位在台湾中部的台中地区，因为临近一府二鹿三艋甲中彰化县鹿港，自然在台湾开发史上也有相当多的遗迹。位在台中市中心的台中火车站就是重要的历史见证。西元1887年四月，光绪13年二月，台湾巡抚刘铭传上奏清廷，认为台湾是我国海防要地，积极推动台湾铁路的兴建。经清廷同意，西元1887年七月十号，光绪13年五月20号成立台湾铁路商务总局，也使台中火车站成为当时重要的遗迹。目前已经列入国家二级古迹。位在台中市西屯区的张廖家庙，奉祀张廖第六世祖张廖天宇。基地面积约有2925公亩，建筑面积约为1488公亩，是在光绪12年开始筹建，光绪13年兴建，大正5年，西元1916年完工。其格局类似客家建筑，主体建筑以传统三堂二过水加一围屋之客家常见环形土楼。而其斗拱形式之多样是其他地方少见的，有方形、八角、碗形、菱形、花瓶形等，目前仍保持传统家庙，就是俗称红庙、黑祖厝的最大特色。我们从正殿过水以及围屋外墙粉饰或黑色，就可以见到实证。建筑特色，张廖家庙是由正殿、三川殿、过水廊、左右护龙及两个山门连接，成为一格局颇为壮阔的长形立。如果从空中鸟瞰，可以发现三川殿透过两条过水廊连上拜殿，正殿形成封闭性的空间，这个空间在祭祀典礼时正可以显现其神圣性。精致的木结构的彩绘，屋梁上具有镇邪和稳定大梁作用。而造型奇特的诗作以及蓝漆圆窗，配以灰色条纹的万字图案，其协调而朴拙的建筑艺术风格表露无遗。位在台中市南屯区南屯里的万和宫，创建于今南屯万和路一段，过去称为直街。
是为垦殖时期彰化到葫芦墩，也就是今天丰原间的犁头店街聚落信仰中心。万和宫对犁头店街聚落的兴盛可以说是功不可没。犁头店街的垦殖始于张国，后人为了纪念张国而将其神位供奉于万和宫后殿右侧。依据故宫档案显示，张国是在康熙49年（西元1710年）入垦今日的南屯地区，并代缴猫物社人所积欠的240两番饷，取得垦殖权。张国从福建广招汉人来台开垦，是最早开发犁头店的汉人，逐渐形成的聚落称为张镇庄。然而因为耕垦时与先住民发生利害冲突，加上这时清政府治台政策采消极防堵方式，一切以安定为原则，因而在康熙58年（西元1719年），闽浙总督觉罗满宝敕令毁弃张镇庄，南屯之垦殖不得不告终止，但也已奠定了开垦南屯的良好基础。万和宫原起于清康熙22年（西元1683年）。当时迁总张国随侍郎平台由湄州供求圣母香火护船来台，起初仅建立小祠拜祀，后由张国后代捐献庙地，并由居住犁头店一带张姓以外11姓氏在雍正4年纠资兴建，为其求万众一心，和睦共处，不分族群，共谋地方发展，而定名为万和宫。万和宫创建之初主祀妈祖，发展到今正殿有妈祖神像5尊，老大妈、老二妈、圣二妈、圣三妈与圣老二妈，配似千里眼和顺风耳。后殿也就是观音菩萨殿，主祀观世音菩萨，配似善财玉女及36尊的18罗汉。万和宫属日行四合院庙宇，左西朝东，应山式建筑，庙前有宽广庙城，庙城的东角为康乐台，右侧为民国82年盖建的5层楼式的万和大楼。万和宫之格局为3进单户龙，头进包括三川殿、龙虎门，二进为拜殿与正殿，三进为后殿。三川殿到正殿、正殿到后殿各以过水廊连接，左右护龙于民国87年改建，形成5门院殿，呈现现代庙宇装饰。其古迹范围包括头进之三川殿、二进之拜殿与正殿。三川殿为3间式架构，屋顶是2重极燕尾翘脊，第一重极正中以龙马背负河图简年装饰，收尾处各有一条神龙相对应，屋顶以望瓦、铜瓦、
板瓦组成，最底部以瓦当与滴水做收尾。民间两边垂棘处的交趾桃题材是一出戏，刺尖垂棘则是展翅欲飞的凤凰，下有文官之交趾桃，生动有趣。三川店埠口龙边之强堵泥塑，深堵为苍龙吐水，群堵为麒麟彩葫芦，意含麒麟送福，虎边之强堵泥塑，深堵为丹凤张扬，牡丹盛开，呈现富贵吉祥，群堵为祥狮戏球。民间门上挂着万和宫匾额，固定门板之门毡以龙首处理，中间彩绘门神以秦叔宝与尉迟恭为护卫，门板两旁为金镂雕琢之木雕，左边由四只虎及拐子龙构成，右边为如意盖之花瓶，其四角各有一只蝴蝶，象征平安四福，事事如意。两边垂福，左为鹿马长春，右为木莲花枝七鸟雀。万和宫三川殿屋脊龙马背负河图，龙马是一种头形似龙而身体像马的动物，古传背甲以藏图，王者有仁德则龙马见，其纹赤色而绿地也。正殿及拜殿共有七对柱，第二三对为正殿的四点金柱，第六七对为拜殿的四点金柱，第七对柱为龙柱，上有落款大正九年岁次庚申霞月。正殿埠口之圆光，左为松鼠咬葡萄，右为松鼠吃南瓜，都是有多子多孙的含义。在中脊梁上有双龙朝八卦，意含吉祥辟邪，四点金柱之间木架构为三通五瓜，瓜筒造型短小矮胖，大通梁与点金柱间以鳌鱼作为插脚，四只鳌鱼炯炯有神的朝内注视，神龛内外众诸神排排坐，置身其中的感觉庄严又神圣。大甲贞节坊位在大甲镇顺天路与光明路的十字路口，远看就好像一座小型公园。在这儿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那全用石块叠成的高大牌坊，它是用来纪念当年的劫富林春娘。创建清道光十三年西元1822年，方高约6公尺，造石是由福建运来台湾，质地坚硬，经过150多年仍然没有见到严重腐化剥落的现象。碑柱刻有多幅对联及早期的地方官吏题字，并刻有圣旨两个字，唯一四柱牌楼齐道式的牌坊。另外树立石牌四座乐树林氏事迹及东门驿路的开发，
林春娘生于清乾隆43年，是台中县大安乡中庄村林光辉的女儿。因为家贫，从小就给大甲镇余家当童养媳。未婚夫余长荣比林春娘大5岁，是余家的独生子，与寡母相依为命。余长荣17岁前往彰化县鹿港镇经商，有一天在海边洗澡时不幸被海浪卷走溺毙。这时候春娘还是一个12岁的小姑娘，夫妇并没有正式的成婚。见余家丧子断嗣，只有一个孤苦伶仃、年老多病的婆婆乏人照顾。春娘虽然年幼而声名妇道，于是抱定烈女不配二夫的志愿，终生不嫁，代夫行孝道。自此婆媳相依为命。春娘早起晚眠，日夜纺织，一生辛勤节俭，家中渐有积蓄，就立族子余志祥为嗣，娶媳乌氏。有一年大甲鼠疫猖獗，志祥不幸受染病死，春娘携媳抚育幼孙。道光13年10月，经淡水厅同知黄开基报请金表，拨银30两，见真孝方于现在地址。大甲文昌祠又称大甲文昌宫，原为义塾，位在大甲城西门内，就大甲街西侧。主祀文昌帝君、朱熹、韩愈、魁星。台湾光复后并配祀孔子，因此也称孔子庙。大甲文昌祠的兴建是清同治元年，大甲举人何清林向官府申请兴建文昌宫设义塾，以教导大甲子弟弘扬文教。经严可马批准，并向地方绅士劝募，由陈兆芳、林凤仪等人承命兴建，庙址为大甲土堡内谢身堂花园。正式建造年代为清光绪12年，共建寺宇3间，两进中设正殿，祀文昌君，左右厢房为义塾，大门外设赵墙。现存的大甲文昌祠坐北朝南，是以3开间两进两廊带左右护龙的四合院祠宇建筑。前程宽敞辽阔，颇能展现祠宇的壮丽。3开间的第一进山门为檐廊形式，3段燕尾翘脊铜瓦屋面，外檐装修以木质为体。建以石雕墙堵构成左右门彩绘门神，两侧护龙各设偏门，可独立出入。山墙以斗仔砌红砖饰面，与中央退入的檐廊形成强烈的对比。
务农与中央词语间有廊道及天井联系，供学子课读及活动之用。第二进文昌祠为主祭文昌之神，以保文运。目前文昌祠内所存的古物不多，神龛上还悬有人物权衡、文明气象两块木匾。不过落款已失，所以年代也无从查考。